到达中央大街，无足以到达果戈里大街。我不能送你回去了。如果去的太晚，告别会起疑心。你把车停路边吧，等我叫好了车再回来拿东西。发报机就放我车上，你人回去就行了。拎着它目标太大。 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刚才通讯班又截获他们一个长达7分40秒的电报，这么长时间，哼，太嚣张了吧？测出他们的位置了吗？从果戈里大街3号院到我现在站这位置，恐怕挨家挨户都得搜。这一带居民太多了，不像上一次在傅家店，只有孤零零的一栋居民楼。 这么搜法不是个办法，总不能把每一家的地板都撬起来查呀！是啊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你从另一方面看呢，我们每折腾他一次，对他们来说都是个威慑。对，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，起码能减少他们的发报次数。现在的哈尔滨真是成了间谍之城。 国民党、共产党、共产国际、苏联人、美国人、英国人，都想来查一更子。是啊，一次找不到，我找他第二次，我就不相信他没有掉脚的时候。哎，好人的事儿，刚才刘厅长跟我大发雷霆，听说白厅长也要召见咱们俩。 是我的人出的问题，责任在我。怎么说呢？上边有点急功近利。你说，查获他一两部电台，抓他一两个发报员，我觉得对这个地下联络网毫无意义。是，查了电台，还会有新的电台运来。抓着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发报员，顶多是年终总结的时候，脸上有点面儿。 要想彻底摧毁这个地下联络网啊，非要找出这个关键人物，得有足够的耐力和充足时间，1年、2年，甚至3年、5年。您说的对，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。哎呀，白厅长如果召见咱们俩，怎么解释跑人的事啊？ 实在没想清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。不是，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从屋子里出来的呢？是我。出来之前我彻底检查了一下，我确定没有任何漏洞。
虽然我们撤得很急，但没有留下痕迹。我也问了一下跟踪的那两个人，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来，他们说不知道，应该是忘了什么东西，或者突然想起什么事儿了。那两根忠犬都是老鼠啊，而且距离又远，我想他们不会出问题。我现在担心是进屋的人。您怀疑有人动了手脚？那倒也不是，我还是相信我们的人呢。连我都不相信，您能相信？你怎么不相信？至少我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您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。哎呀，也许是这种直眼的习惯，有时候自己意识不到，其实你身上也有。怎么说呢，相信还是相信。你像进屋那几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，都经过考验的，要出事儿等不到今天，早就出事儿了。说明啊，我们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。你想，如果对方是个有训练有素的人，他会不会在关键的地方放一根头发，或者抽屉底下吸上一块磁铁呢？是，那么多环节，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。况且还有偶然性。我记得涂飞元先生告诉过我，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巧合啊，你只有不相信偶然，你才会发现漏洞，你才能找到埋在你身边的炸弹。楚飞岩先生真是领悟到了这个行业的真谛，总结的精辟。他跟我们说过很多话，当时听起来吧没觉得有什么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随着阅历的增加，你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每一句话。其实他是个哲学家。真羡慕你，能在这样的人身边待那么长时间。是啊，成为他的学生，我也是三生有幸啊。我们能在您身边工作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涂飞元先生还说了，说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个聪明人对你的赞美，如果你相信了，他会从心底嘲笑你的。土肥岩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。嗯，没说过吗？你的幽默搁哪儿去了？也许是我老婆说的，也许是我瞎编。报长官，佳木斯宪兵队传来紧急协查通告。嗯，好消息，他们抓到一个给抗联送信的人。好啊，我们会不会通过这个人摸到他们关键人物？这种绝密级的文件接触他的人是有限的。要不要去一趟佳木斯？借你的车带回去啊，其他车都装满了。什么东西？违禁品。收货不小啊。
东西呢？我老婆呢？周队长，你说这么冷的天，在车里待着多好，外边这么冷。从小就冻惯了，动一动对身心有好处。有这个说法，日本人就讲，常带三分饥与寒，保持终日会让人变得愚蠢。但是我觉得蠢点倒是好，像我们拿薪水吃饭的人，又蠢又富，总比那些又穷又聪明的人好吧？不要抱怨了，这都是命该如此。你说这么大一片住宅，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高科长，他一定比我们考虑的要仔细，没准他就是为了乔山镇湖。其实科长这个人啊，他就是想的太多了。就说昨天那个人，把他抓了，能审就审，审不出来毙了他。不管怎么说，是人赃俱在，总算是一个收获。现在那个人跑了，弄得上面还怪罪下来我们还得兜着。不要在背后评价长官。我们能想到的，他都能想得到。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式跟我们不同罢了。当了队长就是不一样，说话都变了，变阴阳怪气，好像我是小人得志。没有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。万一我要介意，咱们都是干活的。听皇帝的话，跟长官走。说的是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你回来以后，我一直还没请你呢。我请你吧，马甸宾馆，吃西餐。好吧，那我等着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啊。给我接一下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。嗯。现在初步定，后天早晨送你走。我派人把你们送到四方山口，基本山，你哥咱们就在那见。太好了，终于能看到我哥了。我还没见过他哥呢，平时啊听他老提起他，他哥在我心目当中可是个大英雄啊。没有比你哥更好的人，我们都喜欢。不过上山可是一门好事，从山上再想下来，恐怕就是侯雷马云的事。您啊，就放心吧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是吧？那好，我就先告辞了，你们再认真准备准备吧。好，好。不要把进山的事想得太浪漫。什么亲戚朋友、家人，需要写信的。需要联系的，要在上山之前抓紧联系好。今后这样的情况怎么多？如同就在我对面的系统，基本心智一定要上面。前一段城里出事，咱们到处抓人，警察正在设卡，四处都行，太危险。放心吧，崔队长，我们不会乱走的。哎，陈叔叔，我哥的左眼怎么样了？上次见他，白内障就很重了。你哥是左眼吗？我怎么记得是右眼呢？反正视力不如从前了，不过还有一只眼睛好使，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耽误。我就知道他没事儿，我哥命硬。对，命硬。那我走了。哎哎，好。崔叔叔慢点啊。哎，好好好。您慢走，崔叔叔。好。怎么了，平君？想到了，
什么？我哥的眼睛根本就没坏。先生回来了。这么晚，太太都睡下了。我给您下碗水饺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明天一大早我要出差，早点开饭吧。知道了，我给您倒点水，泡泡脚。不用了。对了，今儿个呀，太太出去滑了一跤，把腿都给拽青了。啊，要紧吗？不要紧呢，就是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。应该没伤着筋骨。你明天啊，去买点红花，拿热黄酒给他泡一泡，搓搓脚。哎，知道了。出来一下。腿怎么样了？没事儿。对不起，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。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？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。他人在哪儿？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，逃不了了。明天一大早，我要去一趟佳木斯接手这个案子。中午之前你要离开家，去别的地方住两天，老魏回来接你。我担心他受不住酷刑，把你供出来。我用的是假名字，而且他不知道我住在哪儿。只要他供出了你，根据他提供的细节，很容易就能找到你，这不难。他是怎么暴露的？具体情况我们还不了解。现在进入紧急状况，如果你暴露了，随时准备着逃跑吧。那你呢？我也得考虑如何脱身了。他们要找到你，我也就暴露了。对不起，我害了你们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，有什
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会及时通知你。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 这是要出去啊！哎呀，这老崔交代过，你们不能走远呐。没事儿，我们寄两封信就回来。哎呀，这外面这特务这么多，不安全呐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有合法证件。再说了，寄两封信就回来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哎呀，哎哎哎！
还是谨慎点吧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让姑娘自己去，你留在这儿，姑娘自己去呢，目标小一点。也好，你去吧。这是村上队长的事，你们别拿日本人来压我。人是我们抓的，案子是我们的。你们为什么不能协助我们调查？警察厅是从大局考虑。别给我唱高调。这个人，我不能这么轻易的交给你们。福顺泰的宋景堂，他可能是佳木斯一带非常重要的地下组织领导人。通过他，我们还有大鱼可抓。朱科长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因为事关高层机关中有共产党奸细的事儿，谁都做不了主。你放心，如果通过这条线索我们破了大案，我一定会在白厅长面前替你们请功。行了，这种空头许愿呐，我是听多了，有几个兑现的啊？总之，凡是好事都让你们给占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朱科长，我们高科长可是个明白人，什么时候做过不讲究的事儿了？这是我们从办案经费中拿出来的一点小意思，犒劳一下弟兄们。你们又来这一套，朱科长，我周乙以人格担保，哈尔滨特务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绝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儿。
喝点水吧。你这么做很不明智。19岁，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吧？知道私通共匪是很重的罪，为什么还要替他们送情报？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被拉到刑场上挨枪子儿。男人到了那儿都会尿裤子，何况你一个小姑娘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想跟男朋友去山上。去山上干什么？打日本人。就你们这样的上山，知道山上那些匪徒过的什么日子？很多人都被冻死饿死，甚至是被冻掉了手脚，像野狗一样哀嚎着等死。可他们都是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。日本人是在帮助我们建设新满洲，20年以后这儿会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。是啊，就是在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，我们中国人吃自己国家种出来的大米也是犯罪吗？这只是暂时的，全世界在战时都会有特别的法令，等这一切都平静下来，都会得到解决的。我不相信。孩子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生命对你来说只有一次，你有父母，有亲人，有未来美好的生活，可为什么非要选择这条不归路呢？因为这是我的信仰。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，也不是斯大林说的那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，等给你用了酷刑，就算你的灵魂还能挺得住，但你的肉体也会出卖。他们会把老鼠放进你的衣服里，会把蛇缠在你的脖子上，或者直接用龙头敲碎你的膝盖，任由你哭爹喊娘。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？满洲国的监狱里没有英雄，别再犟了，姑娘。告诉我是谁让你们去送信的，我就放你走，让你回家。我保证。
想抽根烟吗？来一根。除了胳膊断了，别的地方没受伤吧？没有。你女朋友都跟我说了，你上大学是学文学？是。你女朋友告诉我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可以，并不是那种苦大仇深、一无所有的。何必要这样？山哥有治吧？你女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交代了，你就别嘴硬了，对你没好处。怎么会？她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？那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叫张仲年，还是个挺有名气的老中医？我女朋友并不知道我的父亲叫张仲年，我们才交往了一年，你们要查出这个，很容易。别自作聪明了，我们要想知道什么，就会知道什么。咱们俩来做个交易，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，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。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，